开的话，你们可能感受不到。但是卡二分，慢慢就抢到第一排上去了。压一下三次，放松一下，拉开手。我也摔过，我也摔过，啥？你呀，我也摔过，我也那个摔过，也是购物车上的，我是坐了购物车后头那个尴尬那点，那个尴尬的，我的妈，一下倒下去了，然后你转包了？然后你转包了吗？没有，我后头没倒，这儿转了一个。然后你转包了，绝对没有我这个，绝对没有。麻烦嘛，我认识那个人。但他这个可能是你这个包长一辈子我就最笑不起来。没有，我反正我小时候都是这么大的。朱建，你有点演戏，剃个光头，然后一低头，然后人越看越出奇怪。你那个包还会成长不？不会，如果成长，我早就去检查了。成长？那我要长这么大个呀？你八十岁的今天来，你八十岁的时候再长那个大一个。2000 on the thermometers, 2000 surrounding us, travel 2000 kilometers to hang out with us. What's up, danger? What's up, danger? Hey, didn't know they doubted us, makes it that more marvelous. Sign them up, cause I'm in this vibe, then I guess anonymous. What's up, danger? Hey, don't be a stranger. I like tall buildings so I can leap off of them. I go hard with it no matter how dark it is. I'm insane, but on my toes.I could keep the world balanced on my nose. I had a slumber party with all my foes. Now I wear them like a badge on all my clothes. If I'm crazy, I'm on my own. If I'm waiting, it's on my throne. If I sound lazy, just ignore my tone. Cause I'm always gonna answer when you call my phone. Like, what's up, danger? Like, what's up, danger?本节目由张俊宏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来吧，猜，这么多人，你猜是谁？Coming！他看到了，咱们快点。
发生点反应了。他识破了。啊，他识破了。都是练壮的。准备准备准备。欢迎来到苏星浩十五岁生日。哇，包括我们远道而来的小姚和童童哈，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沧桑了许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虽远必诛。然后我们今天呢，好像所有成员呢都给小苏写了一段自己的祝福语啊，这么那个呀？对对对，他写什么？没写？有吗？你但是呢？太用心了吧？没写。但是呢？就是每个成员呢，他们念出来的并非是成员自己写的，纸折过来，折过来，哦，这上面还写名字了，对，哎呦，啊，哦，哎呦，我没看到，我这看很多字儿，让你猜不出我是谁还不简单？你好，十五岁的孙一浩，先祝你生日快乐。也希望你的第一首单曲可以顺利发出来，可以，然后跳舞越来越好。声乐也越来越顶，加油，哈哈 哈！还有你那个推土机式打篮球，太猛了！争取总有一天我比你还推。我知道谁了。不过你那个反手投篮，我是很敬服、佩服的。佩服，哪一字儿？我现在还没搞明白这个头发。总之，你应该猜不出来我是谁。还没搞明白什么？这个头发，就是你是这样头发，然后后面是篮筐是这样子的，反手上篮。总之你应该猜不出来我是谁。嘿嘿嘿，给你提示吧，我是三个字，够了吧的提示，但你不知道会不会信，哈哈哈哈哈。下面就交给你来猜了，这把我们盲猜。我觉得这个东西呢，肯定不是三个字，我觉得那是两个字的。这两个字，因为那个字儿，那个写这个词的人呢，就是左王。那就可能，你确定？达到刘磊哥，你确定啊？达到刘磊，达到刘磊哥，因为我让第一个就猜到达到刘磊，因为他这个里面有那个顶字，我觉得左王一般都比较。还有人他也说顶啊。不是，你说我多一点，因为当时我更顶，我更顶，那就是我。然后呢，还有你刚说那个那么积极，你要是不是没王，我可能只是个解说呢，对吧？猜错了，那都没办法，我让你痛哭流泪。然后我就猜左王，确定是吗？好的，现在小苏第一次猜祝福语，结局是错误。错误啊！人都告诉你三个字，你非得叫，你非得我两个字。好了，下一个成员是谁？要不是小左呗？可以，来呗！今天的你又长大了一岁，离你十五年前出生的那天已经过去十五年了，真是好巧、哦。过了这一岁生日，希望你能全面发展，让自己更优秀，越来越帅，同时也希望能更成熟，像个真正的男人。这个人可能瞧不太起。这个人也太弱了。这个里面没什么线索，就是这个人我分析这个人逻辑性特别强，比你十五年前出生那天已经过去15年，他能推断出这一条就很厉害，真的是很巧。小苏猜的是谁？我猜他。好巧心的那个人。
小苏还是猜错了。来第二题，我们就穿插公布答案。其实小苏等一会儿就已经就在身边，哎，就在有50%了的概率，真的是出来，来站出来，站出来，说了先出来，站出来，啊，我也有猜错了，金灯的相同里。没有，他说其实我要第一个想法想的错了。你这就跟选了 C 跟我说我本来是选 A 的，但我擦掉了。但是我在选的想的是大。哎，名字。我这个随便看。新的一岁了，小伙子。新的一岁，头发暴涨，直接发量王者。祝你新的一岁更加顺利，谢谢这个人，不像今年那么倒霉，不用在编曲时再抱着电脑到处找信号，结果还把编了好几天的东西一不小心删掉。祝你新的一岁篮球技术更强，从你的三步上篮变成清新的倒立扣篮，倒立扣篮，帅！祝你新的一岁更快乐。也祝你新的一岁吃够蛋糕，我的复仇计划将持续展开。复仇计划，哇，够好！我先让他先排除一下，说这个呢，肯定是100%很大的几率就是比我大的人，肯定不是我，所以呢排除张子宇这个张俊豪，现在可能玉涵，但玉涵我觉得估计应该文笔没这么好，我觉得我应该对，所以呢我这边已经排除了一半了，现在剩佟丽坤，这边张吉肯定比我小，所以那是不是邓家兴、朱日新、左航他们四个还选一个人吗？也有25%的几率 ，A、B、C 大。最后也不一定，四分之一兄弟了呀，四分之一不一定，四分之一。你们再把前面读一遍吗？哎，没有第二次的机会了，哎呦，就像英语听力一样，只能听一遍，没办法，没办法，没有后悔了。还是同一块。立即停笔，盲猜，立即停笔。确定吗？说不定想好了，立即确定吗？说不定呢，说不定呢，想好哦，说不定呢。你们俩让我选一个，哎，对，都是。他让他说发量暴涨。一个是发量最多，一个是发量彼此。总之这俩都跟发量有关系。这个编曲呢，我觉得呢，朱日新他平常可能没有怎么参与我的编曲事务。左航呢，他可能也不知道我，朱日新可能不知道我到处找信号。左航呢，也有可能知道我到处找。对，左航最近你跟我那个啥，就是谈那个比较讨论编曲嘛，所以呢，我在太大胆的猜测，这个人第一次说两次说啊，对，猜的真对，好，确定了是吧？确定。好，来小苏第三次猜测正确。选择题终于蒙对了，缜密，逻辑缜密。下一位成员，好，那就从小组旁边的这位成员吧。好，住在银河系里的猎户壁里的太阳系里的地球人苏星浩，苏老大哥，这肯定是网上搜的。希望你将乐谱上的音符变成快乐，将自己的梦想一点一点实现。再次送上一句最古老但又是最新鲜出炉的祝福。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我知道了，这个人的这个文笔呢，就是比较百度化，前面不就是感觉比较像写作文那种风，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几个人当中呢，能写出这种比较偏作文风的那种，而且又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正经、比较唯美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应该就是只有木之城。对对对，对，或者是张泽宇。对，张泽宇，对，张泽宇应该没，不可能写出什么这样的东西，于涵也不可能，你有可能，根本没可能，也不一定，崔坤去网上查了查的嘛，刘爱晨刚猜过了，猜过了。装肯定不是，装我也以为，朱日新绝对不是，张杰也不是，我更加心也有点儿，选一个吧。那我先猜木日成，确定我是吧？确定了吗？对，恭喜，朕确
确，正确，正确，正一感一中二，哎，这两基因差50%。来，小木，该你了，请到你了，猜出来了噻，正基因。生日快乐，苏老爷子。管你几岁，反正快乐就行了。今年岁数大一岁，来年身价翻一倍，别担心又老了一岁，老弟永远18岁，哈哈，祝你身价过亿，别忘分我一点。这位某，这位更是重量级，肯定不是玉涵，肯定不是张宇，肯定不是张泽宇，肯定不是莫世成，肯定不是姚叶辰，肯定不是董，肯定不是朱鑫，肯定不是张伟林，不是不是，我对这个人我就猜是。而这个人的文笔极其的玄幻，而且呢，他这个开始这个小弟，一看就是一个勿扰信息，这么无厘头，这么有趣，这么搞笑的文字呢，那毕竟是出自同一盆，有可能是出自同一盆，确定的？不要，你刚才那是给我暗示了，你在看着我了，你确定吗？我确定同一盆，猜对了，60%，好，下一个。同学，哎，你他说我了，那就张德杰，苏新浩，生日快乐！这么快就又是新的一年了，没想到你也15了，你也，比16岁的我只差1岁。哦，就一个16岁，对，是我，你说完，希望你在新的一年。能在编曲方面有重大突破，重大，让我们能在平台上听到我的朋友左哥。然后我其实挺羡慕你的高音，所以平时我要多咨询，好好钻研一下。需要你来吗？就一个16岁。高音，对，是我，就一个16，就一个，我觉得这个就一个16，太对，线索太明显。不，但是我觉得这个文笔呢模模糊糊，他就知道你会这样写，他预判了，他这样写，你看你这样，只想一上来告诉你3个字，你往2字猜；告诉你16岁，你往小的猜。对呀，你要直着想。哎，这个不好猜啊，这个。这个最好猜。这么明显吗？这么明显。确定吗？确定，这个真的不好猜，这个。确定啊？确定，错。哎，关键是这个我知道，我但是呢，我真的这个不知道一个咋猜这个，这肯定张江宇演的。好，来下一位，张德宇。他怎么全是感叹号？哦，那这个人呢，我头发都有点瘦了，竖了。对对对，恭喜你又老了1岁，平时多注意休息，不要再卷了。该放松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一起去打打篮球，平时也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了，最重要的就是天天开心。最后祝你的少女音越来越好听，哈哈哈哈哈哈。这要是感到是不是舒心啊？啊，没有啊，我也会发呀，我也会发，都会发。反正我最喜欢发感叹号了。我不是在，我一般66，我不敢在这儿。这个苏哥也比不一定，猜，猜吧，你猜吧，占时间，都用感叹号。我记得，哎，而且他最近那个哈哈哈哈，啊，张宇已经在发啊，据研究调查，一般写不出什么话了才会用这一个，而且字数越多越敷衍，确实。9个号，张吉，我当时我猜过他那个，应该没有猜过。你猜了的，但是没猜对。哦，哎，这么不知道说什么话，还有感叹号代替字数的，竟然会这么嘲讽我，还嘲讽你的高音是少女音。哇，上能人，我就是他。确定吗？错了，确定，真的确定吗？我。确定吗？我就确定，再确定一次。确定。好。错。痛哭流涕。不是吗？猜对了。完了，接下来一场世界级大战即将爆发。感觉好像已经忍不住了哈。
别这个就是多。生日快乐，老苏！祝你十五岁以后一直吃饭，大鱼大肉。敢跟乌龟比长寿，敢跟恐龙比力气，敢跟长颈鹿比身高，敢跟汽车比速度，敢跟电脑比计算，敢跟相机比记忆，敢跟机器人比机器人，敢跟比尔盖茨比有钱，敢跟爱迪生比创造力，敢和贝多芬比钢琴，敢和贝克汉姆比帅。合着你是六六六啊，贝克汉姆，你是最强人类，贝克汉姆极限，极限让你创造。哇，满清人，满清小孩。现在说不对，现在徐玉涵没有张韶涵我也没写，张韶涵也没写，张震岳也没写，我也没写，啊写了，我也没写，你都没写，这就成你写了，写了，这左航姐不是他们俩，张吉没写，这个一看就不是张吉，哎别别说，是吧？这个有可能，那就猜猜。猜的，我觉得于涵应该，应该这个几率要小。张哲宇写出来，几率小一点。不可能，我要偷偷你看着我。张哲宇，很羡慕你了吗？他对我急眼了，我天！那我就选张哲宇，确定？确定？是我哟，那是我。旭儿，哎呦，确定？哎，对的吗？哎，确定有点高吧？这你确定有点高？来到最后了，你知道吗？那就是了吧？那个于涵，开挂啊！该你了，我读啊！哎，这人少哈，这个人怎么这么敷衍呢？两行半都不到，哇，太敷衍了，必须制裁。那这个人呢？我多半心里有点数。老哥，生日快乐！生日他快不快乐，点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要快乐，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最后就是指苏老师许的愿都能实现，达成自己的目标。没了，这话，这个人好敷衍啊！天哪！哎呀，怎么回事啊？我总感觉他在帮那个人的忙。这一把是这样的，不用排除了。是不是？确定吗？确定吗？确定。算了，不走流程了，直接公布吧，就是他了。怎么还不认识亮子？我当时被内卷了。我打篮球，我足球写了好多，他说好少好少。我就想，哇，他都那个少了，我也少点。没想到，不是卷了，怎么没有？被卷了，这个哇，被卷。对。当时张泽宇也是，我们在吃饭，他上我们也在玩，他悄悄咪咪的就写了，来了哇！当时老师问我们写了吗？然后我问他俩，张泽宇出来秀出250个字来，写了，啊不，193。好，193。对，现在还是没有读，对，一下午我这个跟他那个差不多哈，2.5。首先，祝苏新浩15岁生日快乐！在新的一岁里，希望你能开开心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最后，也非常期待苏总的新歌。这个人好敷衍吗？好敷衍，这谁？等等，现在还有谁没有？张宇豪，张宇豪，我，还有张泽宇，还有点，还有他们。我应该不会叫你苏总，你们可以先排193字。刚张宇豪还说，我肯定不会叫你苏的。那他肯定就是他，所以你注意啊，是故意想套路我。他张子宇说写了250字，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写了120。然后呢，他现在还剩邓丹心，邓丹心的话应该不会这么敷衍。不会这么敷衍？哎呦，没有同事了，哎呦，有可能要陈天润应该是，对，像这么看着我，张子豪是不是？确定吗？确定吗？再次确认一下，咱张宇豪是吗？对，哎，不对啊，不对，错了，说完了吗？都说完了，都说完了，说完了。哎，张宇豪没写吗？我怎么感觉没？我在他旁边写的。我在他旁边写的。哦，对，我们在那等电梯，他在他旁边写的。你都没有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你感觉，哎，新的一年，感觉心态。谢谢兄弟们啊！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还在吗？掉下了，掉了，地震了，掉地，掉下了，出现卡 bug。我的愿望是再给我三个愿望。哎，走了，练练舞了，练舞了，练歌去了。你这顿悟，你这是。哇！哇其实我在当时真的是我闭眼睛，我啥都想不到。早上不饿，早上胖吗？昨天我跟张杰了呢，吃不完的，明天你早饭、午饭、晚饭都吃这个东西，让你豁一点。不能浪费粮食，你给我吃完的。对对对，吃完。哇、哦，这个奶，这个奶。哎，分一下，分一下，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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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哇！这都不知道，看人家写的。再看看我们这栏杆，我觉得我是像每个单手都能切成那样，跟炸锅一样那样。不，他那个刀有问题，他那个盘子红，毛哥多吃点奶油哈。行，来音乐，这是盘子，这是没关系。来谁？有的，这是天空之城啊！你过生日怎么整得这么悲？完了，喂，这么悲悲凉这个。队员，抓！我要给他改个摇滚版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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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快有点到了，你继续继续。这俩谁还没有？都有了都有，你自己也是。没有我的了。别快！哎呀，你给放冰箱里，给放冰箱里的。那两个人拍拍吧，我敢不敢不敢。你要谁了？赶紧给我吃了，吃完给我洗干净。张杰，张杰，2月3号嘛。哥你分，2月。来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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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给你分冲蓝，我给你请过来，叫你扣篮的。老师，我想请，请公司整一架A380开到重庆江北去，吃饭那请公司。然后我们所有人在那个飞机上过生日。哦，一档隔离分。我要去把篮网队那个兄弟给他请过来。张经理，你这个意思是建议公司还是通知公司？通知公司，要求公司，有一些公司命令公司，下命令。到时候你一下扔飞机，把我们送到机场去，在最到楼顶，楼顶上。当时我们当时在楼顶拍东西的时候，我还没发现那是个停机坪，结果那个航拍镜头一看，那竟然是个 H 啊！对呀、啊，我都晓得。很奇怪，那运气是个平台。那喷漆没包，喷漆降落伞。我早上坐车到楼底下，再坐个喷漆背包，给我这个窗户给我开个窗户，我飞进来。